的跟上了，这两个人怎么没跟上呢？快乐家族，来，再来说一遍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哎，大班了，是大班了，大班了。这个夏天暑期的时候，青春洋溢的这个时节，我们湖南卫视一部好看的电视剧叫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正在热播，屡屡创下这个收视的这个佳绩。我们今天把剧组的朋友请到了我们的快乐大饼，来欢迎他们 ！TFBOY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在《少年时代》里面饰演的人叫巫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在《少年时代》里饰演班晓松。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我在《少年时代》里面饰演的是尹科。然后这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角色，有接球手，有投球手，还有叫什么手？捕手。捕手，对不对？好，千玺你是什么手？我就是捕手。我一猜就是。啊，小凯你是？我是投球手。投球手。那小袁是？我在里面其实演的是游击手。游击手。不是打鬼子那个游击手，就是在防守的，但是我击球非常厉害，我有绝招，我有绝招。哦，是吗？好，能教教我们吗？你们三位那个有一些动作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绝招。你没有绝招，你就只负责帅吗？对对对。小袁跟我们说说看你的绝招是怎么说。我觉得我试一下，我不确定能成功啊。是啊，试一下。Oh no！ 刚才那个算哇哇，厉害厉害，可以各种算。哇。哦，哎呀，可以各种转了。小袁，我不得不说，你的表情还是有点紧张嘞。哎，这个是帅的啊。千玺有什么吗？千玺，我没有绝招，我就是用身体去挡一些球什么的。用身体啊？因为捕手他有一套自己的装备。哦，我看到有点像铠甲那样的，很帅的。OK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可以送给我们现场的那个观众朋友们。我们用棒球棒打给大家，好不好？这个球我怕有点会受伤，我们打这个可以吗？小鸡，好不好？可爱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哇，好大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摄像老师，拍摄像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哎，怎么接球？谁能教教我怎么弄？这个就是捕手的，这捕手的对不对？嗯。要把这个食指伸到这个里面。哦。它在里面是这样的，然后球过来就是用虎口这个地方抓住球就好了。捏住它。哦。特别难抓，特别难抓。你练了多久能够抓到？第一节课吧。第一节课有。那你说很难，然后他第一节课那个来配合一下，好吧？来，那个你说，唐老师，扔哪都可以吗？这个球太软了，弹力太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怕我们本来是说这个球，如果待会儿要打到观众的话，怕受伤，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很软的球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再来一次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成了啊！哇，成了！帅！好，其实呢，我想可能这个棒球运动的魅力在哪里，可能大家还是要从我们六位啊主演的这个我们的少年时代里面去找，也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他们的作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今天除了。